您可以找一个您觉得舒服的地方进行冥想，盘腿坐或者直立坐，亦或者躺下都可以。坐下之后，调整好自己的姿势，背挺直。如果在过程中发现自己的背有弯曲，也请立即进行调整。接下来，我们开始关注自己的呼吸，去感受自己呼吸的节奏。不用试图去控制它，只是有意识的去关注自己的吸气、呼气。感受吸与呼之间的那一小段间隙，去感受呼吸带来的身体的自然起伏，将全身放轻松。感受吸入的空气进入到你的鼻腔、肺部、小腹，感受自己身体的变化，感受自然的呼吸节奏。如果准备好了，就请聆听来自巴哈欧拉启示的圣言。人之子啊，即有过，勿非人，为此命，受谴责。人之子啊，人之子啊，即有过，即有过，勿非人，勿非人，为此命，为此命，受谴责，受谴责。
人之子啊，人之子啊，人之子啊，己有过，己有过，己有过，物非人，物非人，唯此命，唯此命，唯此命，受谴责，受谴责，受谴责，请将您的注意力拉回到您的呼吸上，并将您的意识拉回到当下这个时刻，慢慢地睁开您的眼睛，慢慢地去适应您周围的光线。当您准备好了之后，我们将完成这次冥想之旅。请花10至15分钟去回想您刚才听到的巴哈乌拉的引言经的内容，并思考如何将其运用于您今天的生活。